这是什么情况？王爷的底牌竟然对赵晨没有用，王爷竟然给赵晨跪下了，他是要认输了吗？连败两大天才，赵晨崛起之势无人可挡啊！啊，你竟然能够吞噬我的魔气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，你不能杀我！ 否则你就得罪了灵王两家，饶了我！不是吧？王爷死了？王爷死了？他可是玄阶武者呀！赵晨太妖孽了，竟然能越阶逆发王炎！就他在，虎啸侯府必然打心啊！不一定，林家和王家绝对不会坐视赵晨成长的。 可恶！有这小畜生在，我儿必然不能继承侯位，必须得死。此子心狠手辣，若由他崛起，之后定然不能容我。看来之前王家主给我的提议，可以执行了。赵晨，你竟敢杀了炎儿！王家人听令，我系一切代价灭杀赵晨。是，冲啊！ 杀呀！杀呀！为少主报仇！拦住他们，保护好成儿。是，世子守护三公子。三公子是侯府崛起的希望，保护三公子。挡住他们！赵旦是我洛神殿的人，谁敢伤他，便是与洛神殿为敌。挡住他们！成儿，让青言他们先走，这里有违不成者。好。 有店主帮忙，父亲那边应该没问题。二长老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什么？二长老，你竟然是内奸！不好，赵丹是有危险！你挡住他们，别让他们救援赵晨！赵晨今日必死！青言。 你先和我们尽力。赵晨，你们今天都得死！陈哥哥，小心！该死，竟然没一击必杀！青面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谁要你挡在我前面？陈哥哥，这一切都因我而起。 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想看到你受伤。赵晨，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！我要你死！你是什么？你的吸成人干！我体内的力量怎么在流逝啊？救救我！没人能救得了你。 给我死！呼啸侯府的二长老可是地界高手，竟然都不是赵晨的对手。赵晨太妖孽了，简直和小说里的主角一样，怎么打都死不了。这样的变态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杀得了啊！二长老这个废物，这样都杀不了赵晨。王家主，今日我两家族人。 心神被赵晨震慑，其实已无，不如今天先撤走，来日再做打算。只能如此了，我们走。<笑>不行，我境界还是太低了，全力催动吞噬神脉，所有经脉几乎爆裂开来，以后不能这么干了。成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赵丹氏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店主大人，青烟尚有一线生机，请您用丹药暂时维持住赵青烟的性命，在下必有厚报。赵丹氏不必和我客气，此乃大还丹，能维持赵姑娘半年生机。多谢。成儿，青烟五脏六腑已化七分，命不久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不，还有一物能救青烟。 混元圣丹，如今唯有混元圣丹，才能救青烟。混元圣丹，这可是五阶灵丹呀！
十分难以炼制。听说混元圣丹的材料极其罕见，咱们这小地方估计很难凑齐啊。三公子，这是没法子，无论找救命稻草吧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